但比较少一点。没有没有，怎么说呢？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吧。你看，可能你们，可能你们通过，就是通过这个平台了解他的话。可能聊的东西什么东西都不一样，所以每个人对每个人的看法和见解都不一样吧。所以你们问我，我只能说我对他的看法是这样的。当然，信不信那也是你们的事情了。天门，天安门吗？北京吗？没去过，北京没去过。湖北天门，湖北天门，没去过耶。哦，张家界，张家界。